好的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掌声有请出今天的第二位小不点闪亮登场。你好。你好，宝贝。姐姐好，泡泡哥哥好。大家好，我叫刘雨飞，今年9岁了，我来自广东惠州。我的爸爸妈妈都是普普通通的上班族，我有个很大很大的梦想，就是做歌唱家，去全国全世界开巡回演唱会。哦，这个太好了啊。是。哎，那如果我今天就来开演唱会，你们同意吗？哎，你别说，你倒挺会挑地方，因为我们这儿灯光舞美各方面我觉得具备这个条件了啊。是。但是唯独就差了一项，最最重要的就是人气儿啊。咱下面虽然四位重量级嘉宾，但是观众不够啊。那没关系，是不是？我带了观众。自带观众啊。自带观众。你带观众在哪儿啊？那里。哦，哎呀，真是人山人海啊。哇，你们好吗？观众朋友们，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。好多呀哈。介绍一下这三位观众都是谁呀？中间的是我可爱的妹妹，坐旁边的是最支持我的妈妈，然后还有脸最严肃的爸爸，都不笑。所有人都喜欢听我唱歌，但是就是我爸爸不喜欢，反正也不支持我学唱歌。哦，有这事儿吗？嗯，您自己交代一下什么情况。其实并不是说不支持他啊，大家都知道搞音乐的话，这个是很烧钱的。我们两个其实都是普通的上班族的话，可能在经济上可能会有一点压力。嗯，那另外呢，就是说在走音乐这条路的话，会异常的艰辛啊，并不是说你唱得好或者努力了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。我希望他在这个阶段的话，还是比较侧重于学习。然后再把音乐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这样去发展的话，这样会少走弯路，可能会对他未来的发展可能会更加有利。我觉得爸爸说的也挺有道理的。我们就借由今天小不点大能耐的这个小小演唱会，让我们的专家也来感受一下你的实力怎么样。可以呀。好，那我就先唱一首《映山红》吧。这演唱会就要开始了。就开始了。正规演唱会，正规演唱会，哪有自己给自己报幕的呀。我觉得我的演唱会应该需要一位主持人。一位就够了吗？两位吧。我觉得是这样，管彤姐姐，一共有3位观众，我觉得要不就一位主持人吧。那行，那我也可以加入观众团了。你看这观众今天自带装备了，是吧？荧光棒啊，小牌牌挥起来。哎呦，有奖励。你这个演唱会规格可高了，我跟你说。女士们，先生们，亲人们，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刘雨飞小朋友的全国巡回演唱会第一站北京站。下面有请我们的著名歌手刘雨飞小朋友登场。接下来要为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《映山红》。我们4位帮帮团老师，3位观众，营造出了千人演唱会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。开心不开心？开心。哎，我就不相信爸爸这回还不服。刚刚演唱的时候紧张吗？不紧张。觉得自己状态怎么样？还行吧。
还行哈。哎，我在想，一般看歌手演唱会的时候，都会请助阵嘉宾是吧？对，没错。咱今天全国电视观众都是你今天的观众，对不对？我们也得有一个助阵嘉宾啊。我想请包叔来为我的首场演唱会助演。哎呦，孩子第一场演唱会啊，包叔非常的重要。我跟你说，我把舞台选得好，主持人选得好，嘉宾。选得更好。来，我们掌声欢迎助阵嘉宾包括啥包叔。我觉得这样，雨薇，来，我给你当助演嘉宾啊，你坐我的位置呗，你感受一下评委的感受，好不好？好主意啊。来，行，谢谢。今天来参加雨薇的演唱会啊，我非常的荣幸。那么我就给大家带了一首我创作的一首歌曲，叫《我在草原上信号不太好》。献给大家，有请，献给所有的雨薇的观众朋友们。我在草原上信号不太好，左边是马群，右边是牛羊，小牛哞哞哞，小羊咩咩咩，还有我的同伴。好的，谢谢。哎，别着急，小朋友。哎呦，评委要稳住。哎，坐下。对，雨飞老师点评一下。对，你还得点评，别着急啊。我觉得八叔唱的这个太好了，就是等我下回再开演唱会的时候，你还得来啊。你看看，常驻嘉宾。太棒了。但是你看看孩子这么一夸我吧，我高兴了，我就觉得这个飞的演唱会得隆重一点，哎，节目得丰富一点，这个演唱会上还得有个嘉宾，咱们助演一下。你比如说类似于有个魔术，多丰富啊！哎呦，咱这个不光是达到了这个原来这个重量级演唱会的配置，还要高于他们，哎，对不对？感谢包哥给我接了个新业务啊！所以我觉得难得你是跑不了的啊！那我就来一个。来一个，欢迎杨子哥哥。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成为雨飞的表演嘉宾，那我今天就表演一个魔术送给你和送给你现场80000名粉丝，好不好？好。这个魔术呢非常非常的普通，见过这个吧？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一副普通的扑克牌，对不对？但是呢它却又不普通，因为它正面全都是白色的，什么都没有。这个呢其实就是扑克牌的半成品。哎，这个不值得鼓掌哈，这就是扑克牌的半成品而已。你看我随便拿几张出来，白色的卡片，对吧？今天呢我要在上面让它赋予意义。我要干什么呢？我要画下你。我是一个画家啊，你看啊，画下你，我眼中的你大概长这个样子啊。哎，蓬松的头发，炯炯有神的眼睛，哎呀，完美的身材比例，你看还有小裙子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觉得我画得特别的好？你看他的表情，看得有点为难啊，有点为难哈。但是不要紧啊，仔细看，其实呢在我们身边啊，你看这些白色的卡片呢，其实就是代表我们身边的人。雨飞是一个特别喜欢音乐的人，而他周围其实有很多人啊都非常非常的羡慕他，非常希望跟他一模一样。而在这个世界上，很多人其实并没有梦想，有很多人特别希望能够和雨飞变得一模一样。比如说跟他穿一样的裙子，比如说拥有和他一样美妙的歌声，
就比如说和他一样那么懂事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能够被模仿，但是唯一不能被模仿的就是你的热情和你的才华。所以我想对你说的是，不要在乎于别人的眼光，不要在乎于别人怎么讲，坚持自己的梦想，因为只有坚持才能最终获得胜利。如果你太在意别人的眼光，也许一切都将会被时间抹去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，也许你还是不满意我这张画画的不好，对不对？虽然你现在在勉强地对着我笑，其实你觉得我这张画的并不好，但你要知道我是一个魔术师，虽然我画的不好，但是它可以变成独一无二的你。这个送给你好不好？谢谢。而且就是你当下现在的照片。哇，怎么弄的？孩子，这句话问得太实在，太厉害了。这个助阵表演怎么样？还可以吗？可以，等我下回开演唱会，你和他坐一个车来啊！哦，哎，恭喜你们都被固定了。要下次还有那个舞蹈这一块，你看。对，杨凯哥哥。对，杨凯哥。下次杨凯哥给你当伴舞，当伴舞舞蹈总监啊。好，我们谢谢男主角，谢谢，谢谢廖瑞，谢谢。像今天这个咱们演唱会第一站是不是非常的成功啊？感觉。此时此刻有什么内心感言可以及时的表达出来？今天我非常开心，举办了我的首场演唱会。我先感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，然后感谢包叔还有男子哥哥为我的首场演唱会助演。难道司仪就不应该感谢一下吗？编外观众就不该感谢一下吗？感谢在场的所有观众。你看多聪明啊！然后感谢我的妈妈，还有我的妹妹。最后我要重点提一下我的爸爸。是爸爸的强烈反对成就了现在的我。就每次我去上课的或者比赛的时候呢，他都要唠唠叨叨叨唠叨叨叨摆这个臭脸。每次比赛的时候呢，妈妈就先把表演服偷偷的放在门口，趁爸爸不注意拿着衣服就先去开车了。我呢就带着妹妹假装说，哦，我们去小区里散散步溜达溜达。然后呢下去的时候看见妈妈的车来了，赶紧夹着我妹妹上车就走。比赛结束之后，别人都是拍照欢呼，我们家就是忙着卸妆换衣服打扫战场，然后准备回家的时候，在门前比赛是一整天，已经很累很累了，但是进门前还要扇自己两巴掌，让自己精神一点。这是为什么要精神一点？因为要在爸爸面前装得开心的玩了一整天回来，要不然的话我爸爸就说，你要这比赛，这戏得做足啊，剧情得接得上，真的是不容易啊。听宝贝这么一说，好像这爸爸呢有点气人，但是其实从刚才爸爸的这个言语当中，我也特别能理解他的一种担心。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学艺术嘛非常的光鲜，但是想真正的能够从当中脱颖而出也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不知道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究竟有什么好的方法呢？卢老师请给我们支支招。我想给爸爸一个建议啊，两个字，欣赏。女孩是需要欣赏的，尤其需要爸爸的欣赏。如果你拼命地阻止她，就让她现在表现一样，她会背着你去做，但她内心里却非常的恐慌，她因为怕你知道了会得到你的不满。所以我给爸爸一个建议啊，就一句话，有个女儿真好。女儿呢，我也给你两个字，叫理解。我为你有这样的爸爸感到高兴，因为现在很多爸爸妈妈期望值都太高了，孩子有点小特长就想让当明星。我觉得真正爱孩子的父母是希望孩子成为一个幸福的普通人。其实这是一个做爸爸最爱女儿的地方，要理解爸爸，有这样的爸爸真好。谢谢。所以说呢，很简单，问题的答案像刚才第一位同学那样，只要我们成绩好，随时随地跳舞蹈，对不对？哎，咱们也是，成绩怎么样现在？
成绩挺好的。啊，那就放心吧，跟爸爸再表表你的决心。爸爸，我希望你以后可以支持我的音乐梦想，支持我学唱歌，但是你要还要多笑笑，多夸夸我，尽管你笑得不是特别好看，但是我依然爱您的。在学习方面你就放心吧，我会继续加油，继续努力的。今天这个我们唱歌底气都不一样了啊，来，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下面的环节，那就是我们的小不点大能耐。演唱会非常的成功啊！来，我们来听听大家的点评。我觉得刚才唱那个主歌部分的音色特别好。从你现在的唱来讲，我想，未来我们能成为一个合作，应该是，很容易的。爸爸的对你的这种爱啊，对你的这种希望，我们说也可以理解。所以呢，你好好的学习，在你好好的学习的同时，学一门艺术，希望我们能成为同行啊。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到时候是不是我们四个人可以拿个 VIP 票坐在第一排看，行不行？能不能答应我们这个要求？当然可以。好，那行了，那我就没问题了。那就再次希望你能够早日梦想成真，好吗？哎，下面就有请我们的宇飞小朋友领取你的非常少年杯。